大家好，我们又到十二月了。每次十二月，我们都会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之前有看过我们的影片，应该知道我们都每年都会去惠民盲校，然后捐这些礼物啊，给这些小朋友们，这些有需要的小朋友们。今年呢比较不一样了，为什么我们在游览车上呢？因为我们开着游览车要去载这些小朋友去体验一些活动啊，顺便送礼物给他们。讲到游览车，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游览车的公司，因为我们跟他讲我们要做什么事，他既然听到我们要做公益，他既然赞助我们这个游览车的这个服务，真的太感谢了。我觉得如果世界上多一些这些有爱心的人，我觉得世界会变得更美好。那我们出发咯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是来这里做什么呢？不止哦，还有别的，做小蛋糕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人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呢有 Jane 老师 ，Hello。我们有 Jenny 老师。等一下，就是他跟你们做杯子蛋糕的 Jenny 老师，然后我们有哦，这个字比较长 ，Virginia 老师，有这两，你们是双胞胎吗？哦，难怪你也是二年级的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贺卡香。好，我等一下再问一下老师。哦，我告诉你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有两个很厉害的人物等你们有点久了。然后他们现在有点热热的，所以我们先请他们出来好不好？让我们欢迎圣诞老公公。圣诞老公公应该来个热舞才对，好适合啊！我知道你是林佑君，这一位呢？林佑俊，林佑俊，六年级的哥哥，嗨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妹妹跟我们最熟，因为我们你是不是每一年都有看到我们？对，所以每年都有录到他，很棒哦。那我们准备好要做杯子蛋糕了吗？好。要什么？撩盖。撩盖，我们就 go， 跟 Jenny 老师走。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杯子蛋糕。